大家好，祥顺汽车小蔡，祝福各位哦，新年快乐。这边跟各位哦分享一下哈、年假有好几天的一个假期，真的应该要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轮胎系统或刹车系统哈、像这条轮胎，这位大哥其实他已经用很久了，这条贝耐力的，那你可以看得到，其实轮胎龟裂的非常严重，所以他这个产期我没有特别看啦，2013-2017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它龟裂非常严重。哎呀，那还好它有发现。OK， 那原则上的话，我们在库的轮胎都隔应该尺寸都算齐全。我们服务的话，正常的营业时间是到礼拜四，那礼拜五有提供半天的一个换胎的一个服务。如果有需要换胎，但是时间上拿捏不出来、瞧不好的，可以跟我预约礼拜五早上午的时间。OK， 我在这边祝福各位呢，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今年行大运，行车平安，谢谢各位。